用你残忍。我操！内鬼？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先说明一下，我是警长，好吧，我是警长。两个人查身份吧，医生应该是没。假身份啊！我谁会选管道叔那玩意儿？贼垃圾！试吃一下这份自助餐。